那么一般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这个简报软体，我想大概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一样 ，PowerPoint 对不对？苹果上有什么？贾博士最喜欢用的那个叫 Keynote 吧，因为苹果上的哈。另外其实也有免费的，像什么这个 LibreOffice 啊、OpenOffice 啊都有。那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都一样的特性，都是什么？啊呢？对不对？也就是简报都是一张一张的，但是其实这是一种方式，没有人规定简报一定要这样哦。所以其实 Praise 呢，它的简报比较像是所谓的心智图，因为真正你在看的时候呢，你看我把它说，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一个什么，是不是很大的图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只是在什么不同的区域去做，让你去看到那个位置。那用这种方式有别于各位平常用那种 PowerPoint 的方法，所以刚开始也许有些人会不习惯，会觉得说到底我要怎么想，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一张纸可以延伸多大，反正你多大都没关系啊，而且可以一层再一层下去。等一下我们可以找那个几个sample给各位看一下。所以像这边像这里，我就回到这一页来，有没有？你看我这样回去就很快嘛。一般各位如果用 PowerPoint 你要跳的话，你可能要比较记住说那一页是在哪里，有快速键没有错哈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你看到这几张图就是我已经先用什么 Clipping Maker 去背掉了，你看放进来是不是整合上就比较 OK 一点，不然都会有一个白白的哈。好，那这个比较常见的是像这样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咯。刚刚各位有申请了这个 Praise 的账号哈，一般各位现在所用的就是所谓的一般免费的，那它有100 MB 的空间，看起来好像100 MB 没有很多，对不对？老实讲，我现在用的大概20-30个，也没占多少空间，好，也没占多少空间，所以其实还好。那原则上呢，以后各位其实在用的话，就是只要线上编辑就可以了。不过如果你用的是一般免费的，你只能设为公开。万一你不想设为公开怎么办？所以建议各位，因为你们现在都还在学校，有没有学校的信箱？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账号升级为教育的，那一样是免费，可是你的第一个空间变成什么500 MB， 再来就是你的简报可以设为私人或公开的。比如说你，我这个我不想要给别人看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它设为私人的，就可以自己简报的时候看就好，别人看不到。可是呢还是一样，就是只有线上编辑。那么如果你觉得 OK 了，你可以在假设你觉得想要付费的，它有付费版本，还有付费版本，付费有分两种，好，一种是这一种的，另外还有更贵一点的。可是我想各位，你可以只从变成教育版的就好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告诉各位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变成教育版的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有没有 Pro 的付费就比较贵了，但是这个最贵的它可以下载所谓的桌面版的。好，桌面版就是我们在这边的，不是这里，在这里。刚刚有给各位下载一个那个桌面版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，我不要用云端的，可能我不是随时在线上。那这个时候你透过，没有下来，效能低落，好吧 ，OK 的哈。那等一下我可能有些东西我要先把它关掉一下，不然这样这台会跑不动哈。OK， 所以这样应该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就是我们在这一边它账号不同版本哦。那怎么样提升为就是教育免费版，请你从你的右上角这边，如果你已经有登录了，在这边可以直接按这里有一个 setting account 这里哦。从这边进来，那所以呢你进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一个这里，从这个从这边 setting 的 account 点进来之后，好，你往下走，
有看到这里哈、哦，阿贵的，那这个 license 这边有没有看到？你现在是100 mega， 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升级，你就从这边点一下，按一下，那这个时候他就真的会寄一封信给你。可是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他已经规定是教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检查你的信箱是不是 EDU 的，好 EDU 的。那第二个，他会寄一封信给你做确认。所以你收到信之后，点的那个启用连结，你的账号这边你再回来看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空间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500 mega， 就这么简单哈。那我就把画面还给你，点一下进来之后，在下面这里哈，你再往下看，它好像没有很想要你用，所以这个比较小一点点，有没有 ？Student and teacher license 比较小一点点，哦 ，OK 啦。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，请你先试看看哦。